家好，这是我的小贝贝。好香啊、哦！不管是在睡觉的时候，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，甚至是在工作的时候，都要带在身上。自从家里没有大人之后，就没有人强迫我洗这个贝贝，然后我今天就要来把那个这条洗看看到底会有多干净。耶！行。好了，我现在这里有一桶水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放到水桶里面去洗了，再最后闻一下。准备洗完嘞。好，把它放进去了，然后把它放进去了。好，好，放进去了。哈哈哈，一不然哦，开始变脏了。好，浸泡一下。洗好哦，变得很轻哦，可是没有味道了，要再培养一下了。